咱们就在此休整吧。大家在此休整。夫人慢点。三叔母。哎，娘娘。夫人饿不饿？累不累？我为夫人准备了酪浆还有点心，夫人可是坐车太累了，没有什么胃口。母老，我扶你。你也累了吧？ 稍稍，这太平盛世猫多鼠少，唯他如我一般，愿守着一只猫儿。行了，你快去问问娄公子，他到底意欲如何。是，夫人小心。 娄公子，借一步说话。你跟着我们也有几日了，到底想怎么样？程大人，我对少商一见如故。虽然他现在不理会我，但在我心里，他跟所有女子都不同。程大人，你觉得我当如何做？放心，我让你舒服去打发他。娘娘，山顶有处空置的猎屋，是之前行军时搭建的临时营帐，你要不过去走走看看？稍稍。 我日后找郎婿，也要找三叔父这般。
温柔体贴又言听计从的。我指东，他绝不往西；我打狗，他就帮我撵鸡。我这般性情，做不来听话的贤妻，郎婿听我的还差不多。其实啊，我起先未曾想过嫁与你三叔父。我那个时候有未婚夫的。那三叔父他不够磊落啊。我与你叔父并无那些蝇营狗苟之事。我那位未婚夫为了避祸离家七年，后来眼界开阔，人生有了不同的际遇，便与我没了夫妻的缘分。三叔母，你说这人不会就是袁善见的夫子吧？怪不得他让我带话，什么只言片语。果然师父薄情，弟子寡义。心不在焉，才会伤及自身。父子，善见，本应是你我二人随圣上同行，怎奈为师这副残躯抱恙，只能停留于此养病。让你留在此地陪我养病，无法御前随侍，委屈你了。夫子知晓善见脾性，最烦长途跋涉之事，更不喜阿谀奉承，能留下来甚合我意。况且善见瞧着景致不错，在此抚琴引笛岂不自在？此地的景致自是不错，离华县倒也近。听闻的城址就要赴任华县县城了。你说桑夫人她也会随行而来吗？